好开心，今日好开心，已经撮合咗两对啦，剩翻唯一嘅半对，程生，到你啦。紧张啊！唉，嗰个程生又系嘅，要你去啲咁嘅节目，我就觉得佢有啲古怪噶。不过佢衬你啊，两个都疏疏地。听日电视台一直播，你就玩大佢，同佢一齐跳脱衣舞，一铺清佢台。记住一样嘢，越戆居越开心。夠唔夠膽上嚟？程生係咪好想試下坐呢張幸福寶座呢？程生，你相唔相信嚟緊呢幾分鐘會有奇蹟發生啊？我信。我你信啊？但係請望過嗰邊，無人回應。由節目開始到而家打去都冇人聽你電話，會唔會用你自己電話打去會好少少啊？不過咁樣打去都未必會聽噶啦，話唔定阿薛小姐覺得你唔夠誠意咧，會唔會啊？不過咁啦，以下俾一分鐘時間你，你試下向薛小姐喺電視機前面表白下自己，話唔定只係話唔定也，佢會聽你嘅電話噶。好啊。我细个听过收音机，佢话幸福就好似个玻璃球咁，佢跌咗落地下，啲碎片周围都系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执，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拥有幸福，但系就算你几努力，你都执唔晒。不过如果你努力，你始终都会执到一啲嘅，我信噶，我谂佢都信。仲差一个掣噃，唔敢揿啊！电话通咗，其实总生系咪我嘅雷母啊？嗯，仍然冇人接听，但系时间。越嚟越少啦。有嘢请讲啲，我系先。我谂我都系时候宣布，今晚并冇奇迹发生。不过咁啊，程先生，因为你有钱佬，你待遇唔同嘅。虽然我唔中意你，但我俾多次机会你，100万买一秒时间，买几多秒？嗱，时间无多快，决定啦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唔使啦。够钟，失败。我宣布程生嘅爱情失败，你只可以一个人坐喺呢个幸福宝座上边，有请。各位，我哋见到。在爱情里面人人平等，无论你是亿万富豪还是一个没工作的朋友，你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你凭什么认为你这样教训我，我不泼你呢？我信好心有好报。为什么这么多人对你这么有心的？你对人有心，那些人就对你有心咯。你都算是第一个嗌我信你的人。因为冇人对你好啊嘛，傻仔。咁辛苦就唔好再嚟赌啦。好，我要去美国学跳舞。多谢。
哋今晚節目時間又到啦，拜拜 ，thank you， 多謝曬，下次再見。其實情生我哋。仍旧愿与你一对，风霜里狂泪或暴雨，绝不会退下去。OK 噶，我知道佢点解唔嚟。我谂我唔使等到100岁。没理怎么对跟不对，谁将你守在我手，彼此紧扣。从此你变做我所有，没放手，仍然挨到这年头，缘分到了头，什么也没有研究，没结束的借口，用爱念去一一解咒，让我为你搬走巨大石头，随着你手在我手，彼此紧扣，使你变做我所有，没放手，仍然挨到这年头，缘分到了头，什么也没有仍旧，没结束的借口，用爱念去一一解咒，让我为你搬走巨大石头，梦里亦会双手紧扣，直到下辈子都与你白头。我试过听收音机，听过幸福就好似个玻璃球咁。跌咗喺地下，啲碎片散到周围都系。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执，就算你几努力都好，你都执唔晒嘅。但系只要你肯努力，你始终都会执到一啲嘅。我信噶。点解？我唔系故意嘅，但我真系唔得俾所有嘅人咁样睇住我。对唔住啊！你讲过嘛，恋爱是两个人的事，我记得的，我真的记得的。我其实我真的未 ready 入去你的世界的。那 OK， 但我就很 ready 你入来我的世界，娶一点不娶。一人一次，好啊，嚟啊！